一开始我们先把时间快转一下，先看到十一月。为什么要看到十一月呢？因为十一月很有可能会有拜习会在旧金山登场，因为现在中美两强之间已经开始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友好的味道，到底是不是双方都已经在为见面铺垫呢？我们从几个现象带大家一起来分析，一起来看。第一个要看到的是，美国白宫宣布官顾问 Sullivan 将会在星期五的时候会见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这是第一个讯息。而在中方方面呢，习近平在北京接近了加州的州长，他在詹见加州州长纽森的时候就透露说，他其实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是去加州的旧金山，而接下来拜习会很有可能就在旧金山来登场跟大家见面。我38年前是第一次去美国，第一站就是到加州，就是到旧金山。习近平难得语带轻松，公开回忆他的初次加州行，友好来访的加州州长。Today, 2 million Chinese Americans liv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e truly are the gateway to China.加州州长纽森正在访问中国大陆，属于历届州长为了气候变迁的例行公事。但是这次北京对纽森意外的安排多名领导人会晤，尤其习近平亲自接见，与近来美中紧张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发展中美关系啊，需要这个各层面的努力。见到你啊，我说第四句啊，就是活力在地方。习近平释出友好氛围，而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也在场。他26号启程访美，预计会见白宫高层，为习近平铺排11月 APEC 再一次访问加州旧金山，跟拜登见面。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努力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好的氛围。但是日前，美国提出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北京有超过500枚可作战核弹头，而且2030年之前将超过1000枚，并关切北京对台湾施压。罔顾事实，胡编乱造，运用似是而非的话术，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北京批评这份军力报告是反华报告，但中南海高层的主基调还是得维持跟美国友好。 TVBS 新闻现场陈玉文综合报道。好，我们的网友 Bob 就说了，是雨点零1800雨点零，好像听起来也蛮合理的。不过这是期间限定啦，因为我帮忙代班，就是代班这一个月的时间。还有 Actually 后援说是蛮多人的，因为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同好一起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时段。Y Lin 就说为了看自娱而来的，非常谢谢你哦。那我们要持续来看到的，还是我们说的习近平接下来要面对到什么样的难关呢？包括外交，包括内政，其实对他来说挑战都非常大。我们就来看到这张图卡哦，习近平的权力之谜到底有哪些要特别需要关注呢？第一个还是跟邻国的冲突，像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跟印度本身有一些边界上的纠纷，还有强权摩擦，中美两强之间其实在过去哦，包括是贸易战，还有一些晶片战，都是不断的在对抗当中。经济疲软，这是在近一年大家不断提到的问题，因为原本大家以为疫情结束之后，双方可能，尤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是有可能回升，但没有想到马上面临到是人口老化、青年失业，还有房产崩溃，种种的原因都让他们的人民相当的不满。再加上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他的领导阶层是不是频频的换兵换将呢？除了我们提到的秦刚还有李尚福之外，最新传出的消息，李尚福原本要预定出席的是大陆第十届的香山论坛。这个论坛呢，在今年的10月29号到10月31号就要在北京召开了。按照往例，通常是国防部长有一个专题演讲要跟大家见面了，但现在李尚福被换掉了，还没有替代人选，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恐怕等到29号大家才知道了。大陆国防部在部长悬缺的情况下，2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人大常委会周二免去了李尚福将军的职务，但没有委任接替他的人。请问不委任新防长的原因是什么？没有防长，对于国防部或军队有影响吗？关于你关注的这个新任防长的问题，我建议你关注权威信息的发布。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仅用一句话回应路透提问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人事调动问题。至于29号就要启动的香山论坛，能不能如往年一样看到国防部长？大陆国防部这样说：关于香山论坛的有关安排呢，我们也会随着这个论坛的进展，适时的发布信息。大陆国防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详细的介绍，有超过90个国家代表团会参加29号启动的香山论坛，并且提到会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会见，但并没有说明大陆国防部长会不会出席。按照往例，大陆国防部长通常会在香山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并会见来访的代表团。论坛倒数，防长位置还空着，引发各方议论。Analysts say that these events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governance of China's core leader Xi Jinping as he continues to concentrate and consolidate power in an ever opaque China。还有学者评论，大陆防长不像美国是在军事握有实权，比较多是外交角色，因此防长空着不会对大陆整体战力造成影响。但解放军领导层的动荡与不安可能会导致大陆在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热点问题出现误判。 TVBS 新闻陈旭、李敏珍北京采访报道。接下来就进到了 China 观察的单元了，邀请到是大陆组的资深记者韵文。韵文 Hello， 志宇好，大家好。好，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第一个我蛮好奇的是在今天早上的11:14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4分，神舟17号正式的发射，而且还是成功的发射。这一次它的发射任务有什么特别的吗？好的，志宇，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太空的发展，他们又再度发射这个载人的火箭呢，送人上太空了。那这次呢是叫做神舟17号的任务。我们来看到这地方呢，就是位在甘肃的这个酒泉的发射场。这地方其实很少人能够有去过，其实很难得一个地方。今年有部分的台媒有受邀到现场去采访这次的发射任务。我们就来看到刚提到说，今天整个行程在8:20的时候呢，是有进行一个神舟17号的出征仪式。然后这3名太空人呢，就到这个发射地点去集合，来个出征的一个象征。然后在11:13:59就开始点火升空了，然后在14分的时候呢正式的发射。很快的，在11:30左右，他们就宣布说，这次的发射是圆满成功，这是应该也是预料之内了。就是说，这个载人的飞船、太空船呢，跟着火箭是成功的分离开来，而且这个进入轨道之后呢，太空人的状况都非常的良好。你看到这张照片，就这里头的太空人的这样的形的样子其实整个状况是漂浮在一个无重力状态之下，这状况是很 OK 的。那这次不同是说呢，他们创是一个平均年纪最年轻的一次的任务的太空人的小组合，因为呢这次有首次出现是90后，就是不到35岁的太空人，分别是这个江心凌只有34岁，以及唐胜杰是33岁，是非常年轻的太空人。而当中那个指令长呢是这位汤洪波，他是48岁，很特别是呢，他是曾经执行过这个神舟10号任务的，所以呢他是第一批进到这个中国的太空站去的这个太空人，而且时隔2年之后再执行第二次的这样升空的任务，堪称是呢这最短的间隔时间的一个太空人了。那我们就看到呢，他是一个见证到中国的航太的重要的见证者，一个蛮厉害的一个人。那再来是呢，他们这次会进行是首次的这个舱外的维修的任务，这其实蛮有具有挑战跟危险性的，所以这是个蛮大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看点。那再看到是这次呢，是特别是以老带新，是老干带新这个策略啦。然后呢，会迎接是神舟18号的来临，来到大家轮班换人这样情形的。所以就看到是，其实这神舟系列发展上去，对于中国来说是突破美国的重要封锁之一。没有错，其实这也彰显了，其实中国大陆接下来他们想要打造的当然是一个太空强权的形象。但如果我们说到中国地理的话，以前我们都会知道，这是长江，这是黄河，但现在发现说有新的研究，其实黄河的前世今生竟然被解谜，它到底是怎么样解谜？难道是算命吗？这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谜，我觉得是蛮有趣，而且蛮难的，蛮考古的方式的议题啦。我们就来看到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滚滚黄河。非常壮观的景象，只不过呢，有被认为到说，其实古黄河呢，它是从这个宝鸡峡西的宝鸡峡贯通的三门峡之后东流入海的，但是现代的黄河是从六盘山起向北流，即
经贺兰山呢过这个鹰山河套，再有吕梁以西向南，再折返之后经三门峡东流入海。所以看到吗？古代跟现代的中游这一段是路径是有所变化的。那为什么？其实众说纷纭啦。我们就来看到是中国的团队，就是透过研究之后呢，也发表这个论文期刊，在这个地球与行星的这个科学快报，这是个国际级的期刊。他们透过是地下水的这个精细的地年测定说，说这个现代的黄河水呢，它其实是透过了，就是说这个水系的格局啊，形成呢是在就是蛮久之前呢，是125万年前，这是蛮让人我觉得还蛮震惊的一个很久远的一个年代了。那是为什么来测定呢？就透过这个方法，就透过是这个 81KR 以及 36CI 以及这个 ATTA 这几种方法综合起来测定的方式的。我们居然看到是有所谓的 81KR、它其实是一个惰性的气体，所以呢它其实呢它的地年范围是在130万年之内，它整个化学的性质是很稳定的之下呢，可以透过是比较风度低，然后应用受限情形来做相关的定年的这样定测。那再看到是它的 36CI 这个定年的方式呢，它其实是比较有变异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它的定年的精准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它地下水的应用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要配合的是这量子的方式，就是 ATTA 它的量子测量技术之后呢，来测定到说整个黄河的地下水的水流系统呢，其实就是在110年到130年之间就已经有所可以形成了。我只能说完全是一个，你今天好像在跟我解释一个新的论文哦，我真的是只能给你一个掌声。对，我今天从文祖生变成是李祖生吗？对，但我想要跟你聊一点轻松的。今年过年哦，其实我们记者排休都其实有一些弹性在，看你想要休前面、休中间、休后面。对，你喜欢休过年前、过年中还是过年后？我喜欢休过年后。过年后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放要上班了，我可以休假，我就很爽。哦，所以你喜欢就是别人上班你休假这种快感。那如果除夕没有办法休，你可以接受吗？因为我台北人，所以我会上班之后回家吃年夜饭，就没有关系。哦，所以你可以上白天，然后除夕回家吃饭。我都这样子，对。对，可是其实很多人，尤其像我们这种中南部的小孩，我新竹人，然后现在住在苗栗，如果除夕没有办法回家吃饭，我会觉得很矮油，我会觉得有一点失落的感觉。爸妈会生气吧？尤其在中国大陆，你要这个移动，你要回家就要花一个更长的时间。对。而且今年呢，我们来看到这则新闻哦，就是他们在年假的排法，好讲好听一点说九天，但是除夕不能休，当然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网友民众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大陆国务院宣布明年度假期调休方案，春节从2月10号大年初一放到2月17号，连休八天，还可以走走亲戚啦，看看父母啦，挺好的。可能会出国呀，或者是计划一个更长的旅行。路没逢的民众已经迫不及待规划假期，但是中国大陆这次春节假期竟然首次不包括除夕这天，引发议论。通知还首次提到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年休假等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因此明年的春节最长可以放到9天。官方称这是新年第一份大礼包，可以成为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但是民间反应大不同。今年除夕不放假一时间冲上热搜，网友们吐槽表示，除夕居然不放假了，是打算让大家在办公室包饺子吗？也有部分网友表示，这一安排没有考虑外地工作的人大年初一才能回家，家离得远的可能还不一定能赶回家。不仅除夕不见得能放假，春节八天连假的前后还得因为调休补班连上6天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解读假期调休时表示，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为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北京官方希望推动落实有薪年假，但是从舆论气炸反应来看，可能跟打工人实际的劳动情况有落差。 TVBS 王秋堂、陈玉文综合报道。TVBS 的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